那我们下面就热烈的欢迎周小芝同学加入我们初一四班这个大家庭。 往后谁都不许动周小芝的东西。小时候我谁都不认识，就你对我好。要不我背你吧？哎，放下来，饿死我了！我想在教堂办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。行啊，我答应你。 总是喜欢添油加醋，他会朝着你期待的方向修改。当你欣喜若狂之时，真相会叫你突然惊醒。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我想带你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但我有个条件，每天只借给你5分钟做我男朋友。 赵哥哥目前的表现来看，给你5分钟是对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听你爸的，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。